由於天氣太潮濕的關係，我嘗試一下叮古棍，究竟叮完之後會不會令古棍爽脆一點呢？首先我們試一下先，這樣究竟我會不會被古棍電死，不是炸死呢？還是古棍會脆那裡？太好味了，已叮超過一分鐘。究竟支古棍系咪熟咗咧？因为太多嘅水分啦。哇，系真系熟，窿咗嘅系会。约师仔啊！